今天是入围赛第三天，阳光很好哦。你是上海人啊？对，我上海人。我上海，那我好。你去过上海吗？我去过上海，对，我去过好几趟了，今年也准备去。跟明年又要去上海，明年是又要去上海了。明年上海比赛对吧？好，可以啊。明年上海世界冠军对吧？第二次。And then one day it happened. They went off to the world. They went on to a journey idolized by the boys and girls. They learned so many lessons in all the foreign lands. But no matter where they wound up, they never stopped the dance. 太冷了。今天这个好像蛮好吃的。下班啦！这一家餐厅昨天来的时候马上要关门了，因为结束的太晚，今天还是没有开。好开心啊，我们在场馆附近找到了一家中餐厅，甚至还听到了熟悉的中文歌。你听出来是什么歌了吗？蛋花汤。你有看到我哈出的白气吗？真的好冷哦，现在好像只有两度了。我穿着羽绒服，觉得有一种被冷透的感觉。今天吃完饭回去，应该再准备准备工作就可以休息了。明天要去拍摄，感觉现在德国的晚上真的很冷，两三度吧，穿着羽绒服，还是觉得很冷，感觉有一种冷透的那一种感觉。上海的最冷的时候吧，所以明天要多穿一点。大家晚安吧，拜拜。